耳鸣在中老年人中非常普遍，有一个简单的手法可以调理耳鸣，就是疏通我们耳朵旁的胆经和三焦经。耳鸣、耳聋跟三焦经和胆经的关系均密切，我们可以顺着经络的方向去疏通，效果更好。三焦经和胆经在耳后这里有个相交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翳风穴，我们从这里开始疏通，然后沿着耳根往前疏通。在耳屏这里有三个很重要的穴位，分别是耳门、听宫、听会，所以我们要重点的按揉这里。再往前按揉到目外眶这里，这里是胆经和三焦经交汇的地方，然后再沿着胆经的方向往上面按揉到发角这里，再回来到耳朵上面。很多有耳鸣耳聋的人在耳朵上面都有一节点，哪里痛我们就要把它揉开揉通，这样气血就通畅了。再回到耳后，再重复做，一直做9圈。每天晚上7点做效果更好，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三焦经当旺。